中华高雄庆祝89年校庆，团贤校友校长过生日，送爱心捐款辅助弱势精神，举办全校师生捐款活动，一天之内就募集到22万，由学生将捐款所得送予汤圆的老乡儿之家，也让中雄过一个无同款的校庆。中雄的校长是带着同学，一透早就伫学校的门口集合，来前往汤圆老乡儿之家。将善款捐予因。中华高雄为了要庆祝89年校庆，并且传承校友过生日送爱心捐款辅助弱势精神，在学校内底举办全校师生捐款活动，将捐款所得送予汤圆老乡儿之家。这项捐款活动嘛，受到师生、家长甲校友的响应，一天内就募集到22万。由师生代表将捐款送到专门照顾老乡儿的家园，庆祝校庆嘛，捐款做爱心。彰化高商80岁的生日，我们很想过个不一样的校庆，所以呢，我们学习学长过生日送爱心的这个意行，由全校师生还有我们的杰出校友家长们，大家共同的响应。我们短短的一天当中呢，就募到23万元之多，一共有1800多人响应。我们要将这个捐款呢，送到桃园的真善美之家，这是一个照顾老汉儿的一个家园。我们全校师生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校庆活动，所以呢，今天由各科的代表，还有我们的校友、我们的家长代表等等，我们今天呢要把这个爱心送出去，彰商80将爱传承，厚德载物，众志成城，我们大家团结的力量做到了。中华高雄校庆捐款送爱心活动是采用自由来捐款的方式，为了方便捐款，加考虑到每一个人经济能力拢无共款，捐款的标准是定为学生10块，老师100块。另外，也邀请校友、家长共享盛举，在一天内底就1600人参加，募集到的金额也超过22万。不只是真有意义，也让中雄过一个无同款的校庆。新中华新闻，白明林中华采访报道。